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， 这是我园子里的一片梅子。这几天呢，天气很热，成熟得非常快。其实往年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梅子的季节呢，差不多快要结束了。但是今年呢，天气暖得比较晚，所以的话呢，现在正是时候。这个 raspberry 呢，在市场上卖得很贵，因为呢，他们采摘不易。它熟了以后呢，你轻轻的一摘，它就下来了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很酸甜，很好吃。raspberry 呢，很容易摘下来，成熟以后的果子呢，轻轻一碰就掉下来了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不容易看到，你要把它的枝条呢翻起来，就可以看到成熟的果子，因为成熟以后呢，它很重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打算把这一小片呢摘一下，作为明天早上的早餐的一部分。梅子很多，不到五分钟呢，我已经摘了满满一碗。刚才呢是阴天，现在呢突然就有太阳晒起来了。今天就收工了，不摘了，其他的明天再摘。一般情况下呢，在梅子生长的季节呢，成熟的季节呢，每一天至少可以摘一碗，所以的话呢，还是蛮不错的。